这个凶狠就是一个杀手的感觉，然后这杀手又是不带任何很多语言，可是却用眼神就可以杀死对方这样。一定要去戏院支持 Lucy， 还有不要忘记看 Alice 演的 Lucy 啦。嗨，我是孔令媛，我这次在 Lucy 里面扮演两个角色，所以你可以就是在 Everywhere 见到我。然后我会演 Lucy 的朋友，所以两个 Lucy 我都会遇到，然后还会演一个女警探，然后大家期待一下哦。不好意思，我男主角要抢女主角要抢。在后面的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污水处理器，很臭。然后他们前面是垃圾桶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垃圾桶跟污水处理器的地方拍片。现在只要按赞分享，就有机会得到 Lucy 的记忆哦。为了让你们相信，我现场撕给你们看。啊！